嘿，吃不胖的小姨妈来喽！我一定要跟你们吐槽一件事情。前两天就有个小可爱说我小姨妈，你绝对不敢吃黑蒜。那么我来了，我们一起来吃它。作为一个吃货，怎么会有我不敢吃的呢？闻一闻好不好闻？哦，不对不对，刚刚打开方式不对，一定是我还没有准备好。我们再来一遍啊！绝对没有我吃不下的东西。我不予可言。怎么会有我吃不了的东西呢？不可能，一定要撕开，直接吃。看这里头，黑乎乎的，是谁跟我说这个营养价值高的？真的好吃，特别好吃。什么味儿啊？这是。刚刚是失误，搞错了，再来。结实，我不相信，我吃不了。来吃个新鲜的。亮悠悠的，一看营养高极了。我太难了。叮叮叮，好喝。不能让有些小可爱说我假吃，我这下得咽下去，毕竟这么好吃。咽下去超好吃，营养价值高级了，吃了对身体好多了。嗯，真好喝，真好喝，好吃。啊，真的绝了，都知道我吃不下难吃的，挑战失败了。